1991年，台湾战争爆发前夕，法国派遣一队精锐的雇佣兵突击伊拉克国民卫队基地，拯救科威特重要皇室人员，作为联军600,000大军进攻伊拉克之前奏。他想要采访我们，你说吧。好凶啊，快说。请问你为什么要当雇佣兵呢？我是没有好的职业，其他的人是无家可归，全世界的人啊都可以参加我们的雇佣兵的。那么你有没有参加过正式的作战或者是打仗？你是说目前的伊拉克跟黎巴嫩战争是不是？那些战争我都参加过了。好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家长不要拍了，不要拍了，走了走了走走走。现在各位所看到的都是真正的雇佣兵，我们的采访过程并不是十分的顺利，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太过老要100万才肯摆平姓龙的那两兄弟，其实也不算贵啊，是不是？太过老明天就要动手了。等我们拿下这个地盘之后，下一步就要吞了尖沙咀。开车。喂。老哥啊，这件事要不是我机灵先动手，随时随地躺在太平间里的是我们俩兄弟，现在呢我用一只喷子一个替死鬼就摆平这么大的事情，干得多帅啊。老哥，你的功力我没学到十成也学到五成了。照你这么说是很帅喽。哼，但是也要看那个替死鬼有没有留下后遗症。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哭的？出来混这么久一点江湖人的气魄都没有。当初我从珠海带你来香港游泳的时候啊，被鲨鱼把屁股上的肉咬掉一大块，你看看我连哼都没哼过一声还哭了。笑什么你？喂，我跟你说啊，姓龙的那笔尾款一定要带我收。火哥，我带你去收，他会不会给我？他敢不给啊，老子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跟他玩到底。臭大魔，我朝周老出来混这么久，什么时候被人家赖过账了？他敢少给我一块钱我就打了他的头。你就大声点跟他要，你知不知道？操。那还有一件事，你好好的帮我照顾我妹妹。火哥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照顾她的。记住啊，一收到钱就带他到欧洲去玩，他想了很久了。
明天就可以先去订机票了。真的要我去收啊？当然是你去啊，难道我去啊？你不要让我妹妹挨饿，收不到钱就不要回来见我。龙少爷，龙先生。哦，是你呀、啊，阿杰，你怎么来了？火哥要我来拿回那50万尾款的。臭小子，来跟我们收账啊？啊？你瞎了眼了？你不认识字啊？这里是借贷公司，只有我们跟别人收账，哪有别人敢来跟我们收账啊？阿光，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嘛？我们做生意的要斯斯文文的嘛。如果人家真有合约的话，欠人家钱就付给人家喽。什么账啊？两位大哥，火哥那笔是什么账？大家心里有数。心里有数？你谁给你心里有数啊？信不信我一枪打烂你的头啊？把枪放下。哎，老哥，别怪我不给你面子。现在人家踩到我们头上来了，是不是要等我被他踩死了再动他？把枪放下。你看看我们现在是有名誉有地位的嘛？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吧？去年你把八个人砍得终身残废，不但钱没要着，还赔了几千块钱药费给人家。他不是存心来找茬的，你就小事化无算了。好，好可怜啊！你看看你，脸都淤青了。阿杰，到外边拿瓶药酒，回家慢慢擦啊。阿敏，你还没下班啊？龙先生不让我走。你别走开，我马上就来。哇，你今天晚上真是凹凸有致哎。龙少爷，你喝多了。啊？你的衣服真惹火，红彤彤的，是不是表示你热情如火啊？龙少爷，你不要这样子嘛。啊，这样好了，我介绍一个漂亮的公关陪你坐啊。哎，我等了你一个晚上了，你连屁股都还没坐热就要走啊？哎，小妞，出来上班就不要装熟女。我龙少爷看上的妞，有些敢勒紧了裤腰带不让我上的，他们只要一听是我龙少爷要，马上脱裤后叫。更何况我龙少爷年轻有为，风流潇洒，要钱有钱，要脸有脸，是不是？你要是跟着我，那就算你走运喽。哎，我走，我有本事整你老哥蹲苦窑，我就不相信没本事上到你。你们都看见了，他捏我老二。我又是谁了？哎，你不要走啊！你们都看见了，他非礼我老大。你们坐下，向我老大认错，认错、啊！你疯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对女人要温柔一点，尤其是我的女人嘛！啊，你白痴啊！秦瑶，欺负女人！别管闲事，走了。你刚才摸得我好舒服，现在轮到我来上你。阿杰，阿美，救我！阿美，臭小子，长发骑士，这小妞我上定了，把那王八蛋给我扔出去！阿杰。看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赶快走吧，没看过打架。住手！呀呀呀呀呀呀！快走，走，不要过来，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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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老大，怎么样了？老大，要不要紧啊？老大！阿杰，怎么样了？阿杰，阿贝，我是不是杀了人？你快把刀子扔掉啊！快，走，我们走啊，走啊！贵重的东西，其他不要了。奇怪，哎，怎么样？拿了机票跟证件了没有？好了，那些都没问题了。快点，那些人快找上门来了。好了好了，不要催我了。有张照片不见了，明明放在这儿，怎么不见了呢？是不是这张？快点来。那些是不要的，拿这些了。摆平那个臭小子，还有那个妞，我要他们给我老弟陪葬。是，龙哥。阿敏，饭店都这么贵，怎么住得起啊？先随便找个房子住吧。想租房子啊？那就上来吧。通通不许动！别动啊！过来！站好！别动啊！他们只是来抓逃兵而已。我们是来抓逃兵的，谁敢乱动，我们就开枪。我不相信抓不到你。老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哦，他们是法国正规雇佣兵嘛。我从小就很想来法国玩，谁知道现在来是避难。做人真的很无奈，听天由命吧。我老哥太鲁莽了，你那就太软弱。我不会再软弱了，为了照顾你，什么事我都愿意做，相信我。你整天就只会说你要照顾我，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吗？你到底需要什么？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需要一个可以保护我疼我的男人，你可以给我这些吗？阿敏，难道你没有你老哥你就不能独立吗？我老哥可以照顾我一辈子。为什么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呢？他会放出来啊。那我就等他出来吧。Thank you.
对不起，接过一下。伙计啊。哦，来了。看到了没啊？那痞子是越看越像哎。哎，伙计，过来。哦，来了。两位大哥有点什么？那是不是他呀？你输了，给我10块啊。马路王八蛋、啊、杀了人还敢来唐人街、啊、你还真带种啊。对不起，你们认错人了。哎，话还没说完你就想走啊？不等我大哥来摸清你的底，你休想走！还不快打电话给德哥！你们真的认错人了，老弟。等我大哥来了你就知道了。是你，你就倒大霉；不是你，算你走运。哎，吵什么？你聋了？你没听见我说话？什么事啊？谁倒大霉了？你也聋了？难道不是我？你个死刚子，你出了什么纰漏逃到这儿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哎，干嘛？你想走啊？嗯。不是我，你们认错人了。别跑，站住。独自走在下雨的黑夜里，是雨是泪我也分不清，每天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夜梦里会不会哭。我好不好？嗯，你又没有居留证，又没有工作证，又不是熟人介绍的，又不懂法文，你叫我怎么雇你呢？老板，不行，我很能做事的，请雇佣我吧。不行啊，我真什么事、哎？你试试看到隔壁街的那些唐人餐馆去问一下吧，也许他们可以雇你啊。去吧。只希望能够不再受伤害。独自走在。都是在同一条街上捞的嘛，四海之内皆姐妹啊，我一定会罩你的。对了，你打算是客串呢还是下海？我只做一次而已，我刚来的那晚啊也说只做一次。等一下我介绍个烂醉的酒鬼给你，不过一定要叫他戴套子，不然的话很容易中标的，知道吗？对不起啊，我已习惯自己带自己回家。只要你弄得我舒舒服服的，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啊。喏，就那家。阿明，进去吧，还害羞啊。阿明，阿明，哎，咋了，巴农？你不帮我找人？接住，接住，兄弟，没接住侬。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快别走啊！这是烂鸡，把钱还给我！阿美，把钱还给我！快走！哎，真没出息！发生什么事了？警官，偷了我钱包！阿美，他为什么要你还他钱？你刚才跟那个法国佬做过什么事？我没跟他做什么，我只是拿了他的钱包。我已经派了所有的兄弟到处在找那个痞子，他又没有居留证，能跑哪儿去？我们一定找得到他。不是停电，是我把灯泡拿下来了。 Happy birthday， 笑一个。
那港仔就住上面。是啊，是两位，我姓王。你们没有最低消费吧？那好吧，会不会太浪费了？无所谓啦，又不是常吃。糟了，快点！哎，人呢？在上面，快追！当雇佣兵，等到结训之后就可以拿到合法护照。到那时候就不用像现在这个样子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你等我。有你。
事，我可不可以暂时住在这里？你先进去见院长吧。哦。亚里吗？阿拉吗？啊！请问，雇佣兵在哪里报名啊？嗯，那里啊。嗯，谢谢。老鼠，我最讨厌老鼠了。比利，比利，不要啊！比利，不要冲动啊！闯入过报不了名，那就白费一场功夫了。你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不要啊！操！谢谢。我最讨厌你这个猪头三，一个大男人带只老鼠来当兵，什么东西？进去，下一个。走了，臭小子。我要参加。回去多喝两年奶水再来吧。去。嗯，太过分了，你已经吃屎了，把眼镜摘下来，快滚了。为什么？我最讨厌庞克，叫你滚就滚的。哎，你干什么？哎，你听到啊，死庞克，雇佣兵你也敢打，不想活了，进去。哎，想打混啊！八国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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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啊，走走，我先呢。谢谢，谢谢，谢谢。下一个，上一边去。老哥，都是中国人吗？蛮有弹性的，我喜欢。雇佣兵是从来都不收留毒贩的。我会杀人不就行了？出去，给次机会嘛！马上给我出去，一次都不给，把他拖出去。雇佣兵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老妈一定被黑人强奸过，所以你才讨厌黑人。杨克，报告上说你在台湾曾经杀过三个人，挺狠的嘛，为什么杀人？我跟他们赌钱，他们出老千。王仁杰，啊，我这是，我这是、我们招考雇佣兵身材不是问题，最要紧是有种杀人。你杀过多少人？一个。就一个？不是，不是一个，是不是六个？是，是六个。哎，我们到底去哪里啊？去死了。黑哥，搭这种飞机不会晕机哈。
死盘子，这么快就玩完了，再来呀、啊！哟，玩真的啦！小心点啊，比利！我在你身上下了注，一定打垮他！打，快打，打！你们想造反呢？刚入营就打架，全部给我排好，快点！不行啊，真是害人！你们这些死老百姓，不是杀人犯，就是强奸犯，不是黑社会，就是败类强盗，为了贪图在法国拘留才来这儿的，想骗谁啊？除非你们能通过最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杀人机器。同时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明天将会被调到另外一个军营，那儿深入沙漠150公里，你们全都会在那儿接受训练。你们这群人渣，明白了没有？明白。进军营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违者严重处分。第二件事，非军训时间赌钱喝酒一律自由，打架惹事自己摆平。我手上这些牌子是以前殉职的雇佣兵所留下来的，牌子上的名字就是你们以后的名字，明白了吗？长官，牌子可不可以选啊？嗯啊，不可以选，那就算了。哼。黑哥，这牌上什么名字啊？长官，我不喜欢叫 Richard， 我要用我自己的名字，我不喜欢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英勇士兵的标志，你马上把它捡起来。门都没有！我命令你把它捡起来。不捡，你是不是享受军法审判？你少唬我了。总之你要叫我 Richard， 那就免谈。我要去喝水。站住！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对我吼啊！你信不信我会打烂你的头？有种开枪啊！有谁再敢违背上司的命令，就会像这家伙一样的下场。你们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会将你们操到成为一般战无不胜的雇佣兵。现在马上给我跑100圈，跑！往哪跑啊？向那边跑，快点！Thank you.
这班菜鸟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嗯，有的你学到了，小鬼。给我好好操这个小排骨，如果受不了的话，给我一枪毙了他。是，长官。开始。看见了吗？这些沙的温度超过了50度。你们所有人统统注意，听着，最强悍的军人一定是由最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现在你们两个人一组，把鞋子脱了，5分钟之内跑回军营，要不然就留在这里喂蝎子。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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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啊，你不要动我了。哎呦，快玩，快点放我下来了。你干什么？变态啊你，放我下来。继续跑，还有2分钟。放我下来。起来，放我下来，再晚我翻脸了。轻松的路居然咿咿呀呀的跟快死了一样。从明天开始全面加强体能训练，受不了的一律开除。妈，痛死我了。要不要我替你按摩啊？不要吵，再吵我揍你。干什么？别吵。黑哥，我没什么。傻瓜，你还得比赛了，再这样输下去哦，到了明天会痛死你的。那是用真穿过线刺破水泡，这样明天就不会积水跟化脓了。谢谢你。给多少啊？全领。加一个。他妈的，这沙漠尿个尿都特别黄。就是啊。你要领多少啊？全部。你要领多少？20%。加油！干嘛
上场啊！好，给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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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够背的，喂，你来啊，真自不量力。怎么了？搅局干嘛？真是搅局啊！又来捣蛋啊！到底怎么了？滚开呀、啊！走了，我们不要惹他们。嗨，我好喜欢你！哎，真的、啊！嗨，美女，开心呀！这都敢？哈哈。我们骗你吗？他不咬人的，就有人在摸他了。嗯。这才真棒、啊、来来，你看好乖哦，都不会跑哎。娘娘腔，你不要再拿着老鼠到处乱跑了，我最讨厌看见老鼠了。我养老鼠是我的自由啊，关你屁事啊。我不喜欢看见那个玩意儿，用来打我把它丢掉。丢丢，住手，住手，今天是让你们来开心，不是来闹事的。再胡闹全部回军营去，听见了没有？轻点。拜拜，小人牛不错吧？好棒好棒好棒哎！嗯啊，小杰啊，干什么跟木头一样？既然来了，就要开心一点嘛！啊，嗯，我敲个正点的马子啊，打个炮消消火。哎，那边有个马不错哦，嘿嘿嘿嘿，英文的呢？嗯啊，嘿嘿，我过去怎么跟他说？哎呀，炮马子还要我来教你呀、啊？你是不是男人呐、啊？不敢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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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帮你沟通一下，你过来坐在这里啊，等我啊。等一下，哎，你放心，我帮你搞定了。哎，哎，美女，什么事啊？嘿嘿，陪我的朋友喝一杯啦，喝不喝？哎，你的信，巴黎寄来的。谢谢，不客气，谢谢你，玩得开心点啊。阿杰，我的身体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说我有了 baby。 老哥正在等上诉，我知道你在军中一定有强烈的性需要，不过可不能偷偷的嫖妓哦，如果让我知道了，我不会原谅你的。阿敏，哎，傻蛋，我都帮你搞定了，水在力气丑冷霸空，我不去了。什么？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把马子带来了，你还扭扭捏捏？我不去了。哎呀，大家不要啰嗦了，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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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爽到底哦。傻蛋，不要扫兴啊，我不能去了。哎，你穿什么啊？你以为只有牛屌啊？你同性恋啊你？哦，200块你还嫌贵哦？那你自己玩鸡鸡，你妹妹来去送啊。行啊，那来去拍拍哦。好好好，好玩，玩得开心点啊。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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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哥，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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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黑哥，又有什么事了？我现在又想要了。你现在要啊？你的马子都被别人带走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啊？狙击玩狙击喽。嘣嘣嘣嘣嘣。哎呀，好累啊，又玩了一晚上了。嗯。小姐，我想要。哎，我想跟你，好不好？我可以给你钱的。哎，哎，哎。
受害又受又脏，今天就要你们洗干净。你们闻到什么气味了？水的气味。没错，在后面那座山里有一池水，你们这些又臭又脏的杂碎马上到那给我洗干净回来，快去。听长官训话。早已经洗过了，等一下的游戏你们一定觉得非常的刺激。你们在这里训练了一个月，体能跟忍耐力一定都非常的好。等一下你们全部都给我潜水3分钟。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你们在有水的地方作战的时候懂得怎样有效自我掩护，但是有谁早过3分钟把头露出水面，我就一枪打烂他的头，明白没有？开始。3分钟了吗？哎呦！如果有谁完成不了这个指示，代价就是死。我让你潜水，不是叫你玩蛇。长官，有蛇咬我。它咬你，你不会咬它吗？那不是要我吞活蛇吗？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全球的恐怖组织最常用的就是 AK 系列的枪械。我手上拿的这两把枪，就是 AK-47 跟 AK-74， 它们全是由苏联一手研制的。AK-47 的出厂期是1947年，到1974年再改良成功，变成为 AK-74。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把是 M16A2， 这是目前美国陆军的王牌机枪。它的命中率跟 AK-74 不相上下，而且枪身更轻，射程更远。既然 M16A2 这么威猛，为什么不用呢？你问得很好，因为它有卡子弹的毛病，尤其在沙漠里头。长官，那在沙漠里怎么样避免卡子弹？跟女人打炮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保险套，想不让沙子跑到枪管里面，最聪明的方法也是用保险套。就像 M16A2 一样，就算它设计精密，但是面对风沙的时候一样不行。长官，开枪的时候要把套子拿下来，不是很麻烦吗？谁说要把套子拿下来的？你打炮的时候会把套子拿下来再射精吗？不会。23 24 27 28 29 30。你知不知道枪对军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听着吧，美军在打越战的第一年就已经死掉了86000个士兵，其中有一半就是像你这个样子，对枪的反应太迟钝了。如果你不想去送死的话，就把枪摸熟一点。是长官，是长官。闭嘴。你在烧什么啊？是不是要把你的小屁股烘热给我捅啊？要就吭声，小鬼。
又闹什么啊？是黑鬼。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山说喊你三妹。我唱的有没有好听啊？小姐，振作点啊，你不会自己想哦，也要想想你的那个女人啊，要支撑到底，一定要把命留下来，陪她过完下半辈子。吃午饭吧。我来干你做工的早辈代。你鼠灰鬼，早晚我要把你老亲来喂狗，和你玩到放牛。你有了新货，你就不理我了。晚上多涂点牛油吧，小鬼。怎么插也不会疼的。收你了，我也给你，我也给你，我也给你。抹了牛油啊，插这么大根也不疼。吃完饭再试试看吧。刚刚开始不习惯，久了就好了。又想要了，上瘾了是不是？操，这种玩笑都开不起。就是嘛。报告，发生什么事了？小日本吞枪自杀了。埋了他。是，长官。长官，他们这样子害死小日本，你连管都不管，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你？Fuck you！你敢 fuck 我？我第一天就跟你们说了，非军训时间有什么争执，要自己处理。你难道忘记了？雇佣兵的格言就是要适者生存，小日本保护不了自己，他是该死的。你想在这里生存，就不要多管闲事。是，长官。
还没有想通哦。做人哦，绝对不可以被别人欺负。小日本就是太软弱了，所以死了都没人可怜他。你们这些人全都没人性。你就有人性啊？当初你杀了人，为什么跑到这来啊？看什么？我讲的不对吗？你要有人性，那就回香港去自首啊！真他妈的！还有啊，那些专门请我们当雇佣兵的，就是所谓最文明、最讲公理的国家了。总之呢，做人什么都是假的，最重要是要保护自己，但是不要去害人，这些才是公理啦。用助理想一想啦，撒旦。啊，你戴总好。哎，我刚才跟你讲的话，你自己慢慢去想，自然就会明白了。对呀，对呀，对呀。来呀！来呀！现在轮到你了。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逼我。小鬼，算你狠。好好收好你的生利品啊。你就是为了他杀人的、啊、你是怎么杀人的？眼睛一闭，一刀捅下去。那你就错了，杀人怎么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呢？当然是睁开眼睛一刀捅下去啊。就算是那些血溅得你满脸都是，你都不能眨眼睛啊。杀人一定要狠，不择手段，先下手为强。只要对方哦还有一口气在哦，你就再捅他几刀，捅到他死为止。要不然哦，最后死的人一定是你。现在做军人啊，以后有很多机会杀人啊，你要多保重啊，傻蛋。杀人还有什么秘诀？杀人没有秘诀啦，杀都可以当作武器啊，出其不意的撒过去，趁他一眨眼一刀捅下去。有够狠，想咬我，想叫我死，我把你头给剁下来。
你发疯了？够什么玩意儿？神经病啊！吓死我了你！你！你这个杂碎中的杂碎，现在你终于像个人样了。从明天开始，我会特别照顾你的。这下有你受的了。最好的！起来啊！继续，不要装蒜，继续，快点！起来，继续跑啊！继续，跑快点！快点！快点！快！今天教官说我们随时会派去作战，如果任务成功了，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发级雇佣兵。在军中一向很照顾我的那个黑哥已经离开了军营，因为他在台湾杀人的案子找到了人顶罪了。他临走的时候叫我将来一定要带你去台湾找他，跟他搞军火生意。我当然不会答应了。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只想永远跟你在一起。我知道大哥保释外出，等打完了仗我会争取假期回来看着你生小 baby。 阿杰，哎，辛苦了辛苦了啊，哈哈哈哈。哎，你很快就可以保释外出了，哈哈哈哈。我真替你高兴啊。不过有件事情呢，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呢。我查到阿杰的小王八蛋他真的是毫无人性啊，他骗了你的妹妹溜到法国去了。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啊，我都会帮你把他给追回来的。阿火，你放心好了。哎哎，我还没说完呢，阿火。阿火，这次行动是要协助联军拯救两名科威特的皇室人员。完成任务之后，你们会成为法国第三师第七十六队的雇佣兵，每人还可以得到5万法郎的奖金。好了，出发！祈祷的时间一共只有5分钟。听好了，你带一小队在2分钟内潜入囚室，救了人质出来就放在后面的空地上，另外两小队负责炸毁岗哨跟掩护我们撤退。行动开始。妈的，你还拜什么拜呀，快去。
龙哥，什么事啊？阿杰那个混蛋，趁我从宾馆出来的时候就逗我，还割了我一只耳朵。他叫我回来，跟你说一句话。他说，他说，说说说说什么呀？说，他说叫你这两天小心一点，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多搞一点，多混一点，找一块风水好的墓地，过两天他会来拜候你啊。哼！龙哥，他说他做了法国雇佣兵啊。雇佣兵？哼，哪个单位啊？不是黑社会，是法国陆军。喂，阿德，我是龙先生。哦，龙先生，你好，怎么样？有什么吩咐？啊，立刻帮我找一队雇佣兵来香港，我要杀人。没问题，没问题。阿德，告诉他们，100万法郎我照付，叫他们立刻来。哎，不必了，不用拍马屁，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傻蛋，你要的家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啊？哦，黑哥，不好意思，只有这么多了，剩下那些晚点再给你。谢谢你在军营一直那么照顾我，你很够义气。傻蛋，千万不要这么说，有钱呢就有义气，没钱呢就没有义气。哇，狼没救呢。他们有准备，姓龙的一定在这里。不过看起来都是看场子的，这些人哦，不是大富豪就是中国城来的。我看他们大概连枪都没有拿过，这种会务怎么会杀人呢？杀过人的早就跑路了。我们把他当鸡来抬。嗯。你们听着，立刻把车子给我打烂。知道了，安全。哈哈哈哈哈哈！逮平了，我看你这回还不死。你明知道那小子会玩花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叫你让我指挥，可是你又不肯。看，现在狐狸出现了。一定要把它破坏掉。都有人看守，这样打不是办法。
这样好了，我们昏倒重组机。黑哥，高压地垫在上面，你掩护我，我去把它炸掉。OK。你们瞎了眼了，有人正爬上屋顶啊！站住！好。上场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是高压电，快用后备灯。开后备灯啊，还站在这里。先可以摸进去。好。他把电箱给炸了。哎呀，现在怎么办？你放心好了，别人给我出去摆平他们两个。是。看得见我们两个，把那照明弹看一看的，快点！是比利，糟糕，他请的雇佣兵哪儿了？跟他拼了！好。机会再用照明弹啊！比利，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限你两分钟之内干掉他们，听到没有，比利？
你的比利已经挂了。妈的，你不是说他行吗？仗还没打完呢，你叫什么叫？放心吧。萨特，我们混到天气啊。阿杰，啊，长官。长官，我可不可以跟你说几句话？你说吧。你知道吗？你在帮的那个人，他杀了我老婆，还有我老婆的哥哥呀。我跟他有深仇大恨，如果说你让我报了仇的话，我愿意帮你做一辈子雇佣兵。我不可以这么做，因为我收了他的钱，他就是我的老板。这个家伙大奸大恶，你为什么要帮他呢？我们雇佣兵执行任务是不可以退缩的，谁付我们钱，他就是我们的老板。你虽然是我最好的学生，不过今天我照样杀你呀。Thank you.
辉哥，走在下雨的黑夜里，是雨是泪，我也分不清。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夜梦里会不会哭。独自走在下雨。